们结束，所有的作业都从我的笔中写出，凌晨12点过了才算真的谢幕，过得很枯燥，想在房间开个演出，当我把房门给关上的那一刻，我仿佛变成了最亮的那一个，没人来没人管，只在自己的社交遨游，在传媒自嗨，在月球进行交流，我感觉我现在可以在天站立，我听说只有很小毅力，于是大跳一下，除非除了将近5米地。我放了我的音乐啊，在月球表面飞跃，我慢慢有了感觉，旁边的星星也在律动，它也不是配角。沉浸在我的世界多久？Let's enjoy this.